当女生宿舍参加体测。19、20，加油，副官啊，继续。副官，怎么你也开始减肥了呀？明天体测，我在练呢。体测呀？战将，你让开，我来帮副官按脚。你？那你好好按啊。副官，你仰卧起坐和我一组呗，到时候你就直接跟老师说我及格了啊。被老师发现不好吧？哎呀，求你了，不过是不能毕业的，你能为我的人生负责吗？就你会耍小聪明，看你800米咋办。800米？张静，你800米怎么样啊？我3000米都无所谓好吗？那你帮我代跑呗，2个800米才1600米，咱们都是舍友，你别那么小气嘛。我跟你可没什么舍友情，体育老师跟我熟得很，没门啊。小童，你知道明天体测吗？但我有免测病假证明，不用体测。小童，你怎么会病假免测呀？该不会是假的吧？你有这渠道干嘛藏着掖着？怎么弄的呀？你可别搞小动作，明天800米我没看见你，我直接告老师。你咋那么紧张呢？玩火我最近在玩的怪兽爱合成吧，特别简单放松，而且最近的版本大更新，新出了5个专属怪兽，呆萌可爱，增加了全新的关卡，闯关更过瘾，好像挺好玩的。对啊，还有全新的天气系统，让你随时感受天气的变化，还开放了联盟协作，增加了阵营 buff。 现在点击左下角下载，拉上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联盟战，快乐加倍。第三组来准备。怎么样，不紧张了吧？走吧。呼吸，慢慢来，呼吸。干啥呢？乖乖过来！干嘛呢？你下一局再出去，我们烧了一圈呀！你们把我当傻子吧？几个人跑几圈，我看不见是吗？刚刚作弊的人自己站出来，否则全部重跑！求你了！老师，是副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能因为跟副官关系好就连累我们吧？只要他承认，我们就都不用重跑了。我没有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我呱呱还有他们都看见了，不信你问嘛，你们说实话呀。女生宿舍敏感的人，宿舍卫生纸都堆成山了，今天谁打扫卫生啊？好像是轩轩吧。哎呀，我马上就下去打扫，别催嘛。赶紧的吧。什么意思呀？我都下来了，又不是不打扫。好像是风太大了。那他也应该小心点，门栓坏了谁赔呀？还好没带他去，不然咋玩这么开心？这样说是不是不好呀？说什么呢？本来也没邀请他。什么没他没他的，是没我吧？你们什么意思呀？薛你在宿舍？对，我在宿舍，宿舍4个人，你们抱团排挤我啊？没有啊。什么没有？我刚刚都听得很清楚了，你们说不带我一起，还说压根没想邀请我。啥玩意儿啊？刚才我们是在说不带白羊去聚餐。谁知道真的假的呀？你爱信不信。那你就是没有邀请我。我们给你发了信息的，你一直没回。什么信息啊？那你们就是没有诚心，你们应该回来喊我一起去的。八抬大轿请你好不好？哼，本来就是呀。哎呀，不行，小唐，我要给你弄个情侣款。那我也要一个，应该叫姐妹款。你们就是在排挤我，摔门凶我，出去玩不带我，现在还有什么姐妹款？我们说的是开间小店的同款装饰，小童这才没玩多久，排行榜就超过我了，我想借鉴一下。我也是看能经营自己的小店就下载了，不仅能够研究各色菜谱，还能随心更换小店装饰，挺有意思的。萱萱，我上次不就推荐你玩了吗？左下角还有新老用户都能领取的装饰福利。哎，我领了的，确实不错。就你们默契，最后一个告诉我，你们就是在排挤我。哎，小童，你要去参加呀？学生会硬塞的，我没打算去，感觉挺好玩的呀。我想被当成菜，挑三拣四的。小童，这个方阿姨拿我给你拿上来了。哎呀，咱们小童确实不用参加，这话收的，别人怎么比得上呀？哎，萱萱，也有人给你送花呀？啊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谁给你送的？这有张卡片。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校花。庄子轩是谁啊？他给你送的。没谁没谁。庄子轩不就是他轩轩本名吗？我的天哪。啊，那这个花是你们笑什么笑？
女生宿舍有人补考。我帮的，我帮的。轩轩，轩轩，张静，你也太大声了，都打扰我运动了。拜托大哥，我下个礼拜就英语补考了，是你在影响我学习好吗？宿舍本来就是休息的地方，你要学习去图书馆呀、啊。图书馆9点钟就关门了。那你凶我干什么呀？你补考还不是怪你老是打游戏？你学的认真，怎么补考名单上还有你呢？赶紧复习吧你。哎呀，补考很简单的，我不可能挂科的。Advice. 轩轩，你要不再看看书吧？还有3-4天就考试了，你稍微背背单词，背背语法，补考肯定可以过的。你补考补考补考，不过你英语很好吗？明明考你就很差。我有在好好练习的。再练习你也比不过小童呀，他的考托福是要出国的，你的6级以后也没机会用吧。就你这公共英语都挂科了，有什么资格说富贵 啊？我只是没好好考而已，再说学长会给我整理重点的，我倒是随便看看就好了呀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是背不下来呀、啊？哎，萱萱，多益笔记给你了吗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我还没有拿到呢。那你藏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哦，是我的手机啊。哎呀，富贵，你救救我，我到底该咋学呀？你可以试试用悠悠日常啊，它可以每天定制目标打卡，记录生活点滴，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星球降落，进入自习室，开启学习专注模式。哎，富贵，还是你靠谱，我就跟着你学了。轩轩，你这灯卡的我们咋睡啊？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在窗帘里面看看书还不行吗？哥，你那窗帘根本不遮光好吗？那我也没办法呀。明天就要考试，你今天复习，我看你根本不可能通过补考。Absence outside advice。杨静，杨静。哎，萱萱，你别吵，烦死了！哎，张静，你干什么呀？张静，早上是你挂的闹钟吗？我没有，你开门。要不是富贵总打卡叫我起床，我都缺考了。你太恶毒了！哎，我真的没有。萱萱，明年英语重修。来，睡午觉，别管他。女生宿舍的一致对外。你今晚可别作妖，我明天一早的课。什么叫作妖呀？我什么时候作妖？最好是。轩轩。干嘛呀？不是我。好像是楼上的声音，我去跟他们说一下。我说过了，他们说会小点声的。我还不信了，我找他们去。谁呀？烦死了！怎么又是你？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我楼下都被吵死了。隔壁都没说什么，你们楼下找事儿啊？能不能别吵？真的耳朵响了。再吵我就去找阿姨了。不是富贵，我说你也太菜了，不就跑个800米吗？啊，我不说什么。哎哎，行了，都这样了，爬什么楼梯啊？带你坐电梯去。4楼坐什么电梯呀、啊？就是啊，4楼坐什么电梯啊？人死了，4楼还坐啊、哎？不是学校哪条规定说4楼不能坐电梯了？走，我们偏要坐。啊、你有毛病吧？嗯，我的手机，我看你那破手机早就坏了吧？不是呢，少来讹我，我非得找他理论去。算了，呀，我买新手机了呀，哟，还是苹果13，6000多，不是你为拿奖学金买的吧？
哎，你可别乱说话，没看到布布是在转转上买的吗？这是我用打工的钱在转转上买的，才4000多，比平均便宜了1000多呢。但是成色跟新的一模一样。现在大平台不仅有官方验机，还能免费保修一年呢，挺划算的。正好我也要换手机了，晚上回来看看。我靠，谁的垃圾丢我们门口？真缺德。你来干嘛？校报采访，配合一下。许多同学反映，你身为贫困生，居然用奖学金买昂贵的手机，请问这属实吗？这是我用打工的钱买的二手机。所以你承认了，身为贫困生居然买昂贵的手机？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暴力倾向，看到没？他们最不管有暴力狂，还有个脱衣服的。哎，你不要乱说话。我看你不是来采访的，是来故意找事儿的吧？关掉。我今天就是要搞你们。只要你们一个不把学姐放在眼里的，就凭你这断章取义的视频吗？我这个素材随便剪一剪发到校园网，大家都会相信的，至少我有证据，你们有吗？怎么没有了？我这个素材随便剪一剪发到校园网，你猜我要是一句不差的传到校园网，是谁更倒霉？你等我赶紧走，晦气。哎，你这次有点牛啊。